图像滤波即在尽量保留图像细节特征的条件下，对目标图像的噪声进行抑制，是图像预处理中不可缺少的操作。其处理效果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后续图像处理和分析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由于成像系统、传输介质和记录设备等的不完善，数字图像在其形成、传输、记录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多种噪声的污染。另外，在图像处理的某些环节，当输入的对象并不如预想时，也会在结果图像中引入噪声。对于数字图像信号，噪声表为或大或小的极值，这些极值通过加减作用于图像像素的真实灰度值上，对图像造成亮暗点干扰，极大降低了图像质量。要构造一种有效抑制噪声的滤波器，必须考虑两个基本问题，能有效地去除目标和背景中的噪声，同时能很好地保护图像目标的形状、大小及特定的几何和拓扑结构特征。